好，那目前的话，冠军赛的选手那就做一个设定了，跟就位。哎，有同学原之空的原答错了吗？哎，我原之空。然后讲一下奖励的部分哦，因为已经来到最后的总冠军赛的总决赛的，对不对？冠军赛中的冠军赛，而且是冠军遇上的冠军，谁才是最后的冠军？到底是在饶舌什么？好，最后的比赛，季军可以获得50 coin 加20000现金哦。亚军的话是 S 机体任选加30000块。那冠军就是 SR 机体任选，黑色三连星或黑色三连星。那如果你是黑色三连星的，当然就是 SR 任选啦。对啊，因为他们都是之前的冠军，對啊、就是 SR 任选一台啦，青菜的顶。那再来就是再拿回50000块。但这不是怨念的50000块，是一个是真的50000块，红东西的50000块，荣耀的50000块。大家有看到台北总冠军场就是这一场了，好不好？哦，那我要集气啦！你是在激动什么？我们看一下，刚看一下 OC 冷孤痕，妖修冷孤痕，这个三血全防。好恐怖 ！SR 诺耶三血全防，你要修是？那让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只，那个不露哦，也是 OC 六，它是三防全攻吧？看起来应该是三防全攻。对他们确定是红队。嗯，我觉得原之空这边啊，我要。可能也要小心一点，因为我觉得 Steel Club 这边刚刚成功的把我们的炎热风华给以四胜的那个压倒性的胜利打败了血战风华，那他们的实力真的就不能小看了，要小心。那赢的改天请吃饭，好吗？好不？好啊，请我吃。我要吃鸡排。卓宇好像很兴奋。对，很嗨，要比赛，要冠军赛呀！给我大圆圆的果盘扣啊！那刚刚不知道有没有玩家，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16 Club 这边的那个机体的 OC 哈？那我这边再重新介绍一下16 Club 这边的 OC 的状况是，我纠点一下，这边有没有看到是 EX 非常妖修。是三血全防，而且是 EX。我们比赛要开始了，我们这一次第一届钢弹，来，让我来，让你来，八门，我嗨。然后现在画面上看到了是那个，稍等一下。好，现在画面上看到是2013 DJSD 钢弹 Online 全国势力双对战对决双人赛啊，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总冠军赛，对出赛的队伍是16 Club， 对上的是原之空之我爱爱力，出战的选手分别有使用Blue，这是 Blue， 这不是 Blue 哦，是 BLUE， 是炼月吗？就是就越啦。好，那再来的话是冷孤痕，那还有的选手是卓宇，好，大家很熟悉的巧克力蛋糕石。又是冷孤痕，就是跟之前一样，就是跟你砍，好凶哦，对啊，那只东西好凶哦，来啊，来砍啦，卓宇，我靠，卓宇被电夹是怎样？是真的吗？我没有看错，他也没有被电夹，可是他刚刚怎么瞬间就被爆了？因为刚是一个二打一，那他就是贴着砍，因为他的血就没了。然后目前的话是，现在是要针对冷孤痕哦，因为他没有血，还有一个瞬间移动先闪开，再回去找冷孤痕，因为冷孤痕没有血，真的很想要要他这五分。那也不管那个月了。那诺耶好恐怖，不是我在说，他真的很恐怖。好，先挂了之后再去找月。他在打魔王哦，月在打魔王吗？月也是一个瞬间移动，他知道自己二打一，感觉连音乐都变得很刺激。
哦，谢谢。是我无读册，歹势歹势。远孤痕，好猛哦 ！OCEX 三切全防。而且我播了总冠军话题啊，我知道啊。总冠军赛才发现他那个不是补录，上礼拜一直叫人家补录，是要多补录，根本不补录，啊、完全不补录，一点也不。看一下，我现在其实我觉得七剑也不敢像前几场这样这么冲哦。没有，因为他谨慎一点，没办法砍那个诺烟很难砍、啊，没办法砍诺烟，太硬了，你会被他回头打、啊，根本就屠杀。好、哦，那现在。现在七剑要靠过来，要靠过来，我觉得好恐怖。嗯，看一下这个龙腾卓玛，可能就是这样被他砍挂。对，可能这个爆伤你要就是也没有吃到太多的便宜。对，龙腾的爆伤或许就输在这个恐怖的木叶身上。那不知道卓宇的七剑跟巧克力蛋糕 V2H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 EX 的诺耶压制住 ？EX 真的是超恐怖的三血拳法。一条命当两条在用哦，那是比人家多五分哦。加油啊，原之空！玩家其实也是很挺你的、啊。好，玩家说要交给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有没有办法？剪刀拿出来剪，剪得破那个诺耶吗？那个，我这不是我在讲巨怪，我看到那诺耶，我也觉得他破了，是射掉吗？中了毒的诺耶，他现在在丢大绝，对他把大绝丢给了七剑，哎呀，我们的卓宇知道，是没有啊，我看错，是巧克力蛋糕中大绝。好，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钟，这又是双大吗？没有，为什么两只一起跳嘞？好。那个万没有血了，他利用一个柱子绕过去，但是只剩一滴血，可能。Blue One， 他那应该是念 Blue 没错，是吗？对 ，Blue One，Blue One。好、oh。对，不一样。真的是风雷对决啦，真正的霸主就要登场了。他时间只剩三十秒，好像也没有人可以打，有吗？是一个全绑的。人孤痕把他抓下来，我觉得，他在后面又绕了回去，好恐怖，所以又绕了回去，但是他砍得掉，他妈有机会哦！七剑加油啊，七剑啊！大绝，这根本就是打 BOSS 吧？这真的是玩家说这在打 BOSS 吧？爆了，可惜，刚刚再五分，再五分的卓宇比较可惜哦，最后是跟 Club 很恐怖哦，拿到第一胜哦。那刚刚那个八门的防啊，其实对诺耶来说哈，真的是看到都会笑。那个房间对他来说真的是开心的、啊。BOSS 房进去就是打王了。副本房，我真的那个诺耶好恐怖，三血拳房怎么办？我好，你怕了吗？我怕。看一下这边16 club 的战斗力跟我们原之空的战斗力哦，16 club 的战斗力来到了3724万左右，那原之空的战斗力有到了4480万左右。格斗场，哇，这个房，这真的是只有总冠军赛才会出现的钢弹狙的房吗？那我觉得，天哪，其实，在北二组播下来就有出现大量的诺耶取得前三名，因为你在北一其实还没看到，那北二开始就超多。啊，冷孤痕这个也是其中之一哦，凶猛的，超硬，超恐怖。说着说着，而且其实冷孤痕当然不只靠他机体的优势，他还是有他那个很强的一个实力在，在做那个操作，本来就很强啊，你又再开一个更强，又出了这个机体，到底是要怎么样？给他做一个运用。好，不是万。往边跑边躺边打，我只能说，那次呢，七剑加油啊！定，
哇，卓云啊，说你买个照、啊。我靠，我听我刚刚看到那个冷孤痕，他在躲那个七剑的那个地图炮，躲得很漂亮。他先用一个大绝，嗯哼，先开瞬间无敌，再用瞬间移动，嗯哼，赶快离开那个地图炮现场。哇 ，A B 急掉了 ，A B 那这边七剑也是落单哦，又被一个击杀，15-10，15-10哦。那其实原始控也是在想办法在取得胜那个得分，因为我们刚刚之前我们这样报了这么多场，也是知道很清楚，知道原始控在他们那个队伍的那个团队合作上面是很漂亮的，他们两个人的默契非常好，希望这一次他们的默契可以再为他们拿到一场胜利。哇，有打到，哎，没有，一下而已，摸到一下。他想找谁嘞？他好像想找七剑，因为七剑没有血，他想要贴、哎。靠，七剑没贴好，反而中大绝。看来这个不入弯真的是铁男，好激动。因为我这是一个，我真的有点激动，不好意思。双击杀，对。好了，我其实是比较喜欢 O R，、看机来支持，你知道吗？你想要 OO 系列赢得最后胜利就对了。对啊，因为 OO 很帅啊。可是诺约真的这一次这个诺约真的很恐怖。哦，两个打一个，想办法先解决掉一只，再想办法两只一起去夹到那。夹掉之后，那是佐野没有血了。现在先用巧克力去吸引一些火力。七剑加油！佐宇再从后面做一个攻击，有吗？有机会吗？佐宇这枪打得漂亮。但是好像这个全防的哦，诺耶终于躺不下来。那目前的话，原之空两个都没有血，有办法去对不入万造成压力吗？不入万表示我一个打两个。只能说16 club 两个玩家他的操控性都相当的优异，也都是有办法一个打两个的那个操控实力。那不入万复活之后，对着两个没有血的原之空的对手，就是一个一打二。那现在四个人都在场上，七剑要去对上不入万的，但是不入万强还是七剑强哦。哎呀，七剑还在要解决不入万的时候，那个诺也已经过来了，那对七剑真的很恐怖。刚用神隐跟刚逃到现场，没有，他已经挂了。什么？所以挂了。好，所以加油！巧克力打掉了，人孤魂的回头打这个七剑加油，非常漂亮。好，他们又扳回了10分，现在是一个40-35，但是巧克力没有血了，后面给巧克力看他可以活多久，2秒，好，没有关系，再回到佐宇这边一个大绝，只打到一个，那他会保持距离吗？好，先往后跑，现在分数已经到了45-35了，我刚一个35秒哦。火力的交叉网根本没地方跑，那这血完全就扣掉一半啦，又是一个16 club 是我们台中的冠军，对不对？没错，那这一次的冠军会掉在台中吗？还是我们北部的选手会守住这个冠军呢？然后这个空中击杀漂亮，但是不万又是补到了一枪，比数还是由红队这边依旧的保有领先哦。光盾拿得出来对付的是巧克力，这一场真的是直接拼那个近战，远程也根本躲不掉。只有 Club 拿到第二胜喽，那目前是7-4的冠军赛，只有 Club 要对上我们的原之空之我爱艾丽。那各位玩家，也可以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哦，摇旗呐喊一下。出撃です。哦。好，终于来到一个有办法把距离拉开的场地，快看原之空是不是可以追回一分哦。目前的话，两边的人也没有直接跳上高塔，正在那个旁边做一个循环，让他们绕了过来。原之空还是
直接哇，这场开场似乎打得还不错，因为冷孤痕就没有血了，先让他躺下。我靠，哦，一个全防的冷孤痕已经躺下之后，这样不问也说让我先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杰宇打得就这么吃力。好的，开场还不错，原之空势必得先稳住战局哦。那十六克拉鲁很想说，哎，怎么会一下子就冲过来？两只那个还没有，你一直很害怕冷孤痕，没有，因为冷孤痕给人家压迫感很大啊。它只是一只，它不是只是一只，它真的是一只很恐怖的魔王鸡。没有，我觉得这场的话，似乎原之空打得还 OK， 因为冷孤痕又没有血了，巧克力再多消他一点血。巧克力想办法先把那个诺叶压制住，让七剑可以方便去对付一下另外一只伊图 AB。没错，你的剪刀要剪破这只冷孤痕啊！反作用。这边又被扳，被取得领先了啊！我觉得不万好像对于巧克力还蛮有办法的。刚没有血的冷孤痕已经挂了，那不万又是一个落单的逃跑。德宇要贴过去吗？我是不是好像很紧张？还 OK。照属性来说，原之空是比较有优势哦。那但目前打下来，十六 Club 的诺耶已经掌握了整个战局。因为其实，那个冷孤痕的诺耶他很硬，然后又有霸体，可是如果你不理他又不行，因为他是布，他会远远打。很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不理他也不行，你一定要理他，可是你理他又……哦，刚这个二五感觉扣蛮多血，策略就是巧克力就是要去抓冷孤痕就对了。那佐宇跟 Blue One 只要打成平手，其实就算 OK 了。地图炮有中吗？中，没有，中了，中了，漂亮！哎，瞬间移动跑掉了。我忍不住很难消他的血。真的，我发现忍不住的血很难消啊。刚刚是大绝还是光速炮？是地图炮啊，然后还有第二大绝。我的意思是，这扣的血量让你看不出来是不是大绝？对啊，扣好少哦。那也是因为没有卡到很久，卡到两三下。哦，这是一个没有抓到。哎，巧克力在高台被击爆。哦，巧克力复活就朝着布基的冷孤痕移动。那二五的话打得还不错，扣了不少血。那这边就看冷孤痕有没有大绝，用大绝保护他最后的一个生命。果然有了大绝，丢向了佐宇。哇，那这些选手大绝的命中率都相当高哦。我说一句比较自己的感觉，我就觉得。好，这边漂亮。看起来原之空真的打得很吃力。看样子是哦。好，目前30-30，时间还有40秒，巧克力这一台要活着才有机会。看是否能够逆转，巧克力还要再往前吗？巧克力的画面在哪里？巧克力剩一滴血。好，但是还有30秒，可能也是要直接打了。这时间还不够龟哦。时间还有点久，诺耶怎么那么硬啊？有点硬，这边要靠佐宇，佐宇要加油，佐宇可能也靠近不了七剑，除非他身上有大绝，找机会进场的话，还有机会扳平。加油，有大绝，但是诺耶跑掉，巧克力哦哦，又漂亮了，漂亮，佐宇最后是有扫到追平，原之空真的帅哦，原之空帅。Hold住这场比赛，追平。对，刚那一场如果没有赢，其实算亏了，因为你没有扳回1-2、哦，那至少不能变成3-0。对，那最后一刻是
佐宇有的佐宇的地图炮，虽然人孤痕是一个瞬间移动，但是有往另外一个方向拉哦，那是击爆了人孤痕。对。哦，目前是我们的原之空之我爱艾莉对上16 Club， 是我们第一届的全国势力对决双人赛的总冠军赛喽。没错 ，Blue One 的话是危机处理能力很强哦。那场场有绕单的情况，但他还是可以等到冷孤痕的一个复活。嗯，就刚那一场就有两次这样的情况，那他就是用一个瞬间移动先离开了当时候比较不利的战场。对，然后这个一开战，巧克力好像开始接近了对手冷孤痕，拿刀起来砍，那他这根本就不能接近吧？考验死了。巧克力也想。也没办法跟他互砍，是，哇，这个不及砍爆，那佐宇是使用一个瞬间移动，距离位置可能会被，哦，巧克力很快的复活了，那佐宇也是可以看到机会往前跑，那现在离越来越近，有机会达到吗？没有。Blue One 从旁边偷瞄了佐宇一下，佐宇就爆了。终于，冷孤痕终于爆了。冷孤痕也是倒掉。那这样是场上是 A B 打 A B， 两个人都把盾拿出来挡。我可以看一下七剑吗？让我看下佐宇。看他怎么了吗？我想看一下七剑的英姿，可以。等他有英姿，我觉得转给你看。啊，有英姿焕发，帅。英姿焕发，这边都爆气了，好像也不能跟他打。哎呀，定就想办法一定要定到那个诺耶啊！现在其实七剑这边也是很认真的在想办法，先把牵制住诺耶。现在七剑打诺耶真的相当美合，吃力啊，非常吃力，好不好？石头打不击，属性克，那你接近你威的就是一五嘛，近战，那他又不怕你打他，对，这真的是有点夸张。应该是会爆哦。其实我这次真的被卓宇感动到了。你又感动了。我真的很感性。你又感动。对，我非常感性，因为我觉得卓宇他很努力的在帮巧克力护航，你知道吗？很努力的在牵制那个诺耶。然后刚是一个找到两个打一个机会，所以不万没有死，先不能离诺耶太近，赶快离他远一点，先去找 AB。没错，哇，这个打漂亮，先把 AB 打爆就对了。对，那离他远一点，好像有丢了大绝。这边是 AB 的大绝够吗？剪刀一出，漂亮，好爆掉了，好难解决，好难得的领先，目前好难得的领先，原之空加油！我会不会太明显？我还是中立一点。对，没关系。大家加油，大家加油。你可以帮落后加油，这是 OK 的。帮落后加油嘛，好。耶，原之空加油！我爱艾莉。呜。要 game 吗？你可能之后不能去台中。哦，对啊，台中16 Club 加油！你们是最强的，原之空加油！你们是最棒的。你疯了吗？好，没关系，我要场上。那因为虽然刚是25-20哦，就是取回了领先，但是血量不够，所以很快就是被逆转哦。那这时候又是一个35-20，又拉到了10分，没关系，先打掉5分。这然后是 AB 打 AB 啊，没有，是七剑要去追一个 AB， 那 AB 复活2-1，瞬间移动好像还是在原地，赶快把握这机会啊！就是佐宇还是被卢万给击倒。一对 AB 的对决嘛，时间不太够、哦。巧克力，对方血剩一点点，赶快抢到。好，巧克力血，还有一分钟，还有1/3啊！哇，我觉得想办法。AB 又复活了，我觉得对方两只都好难打，也不知道打谁了，真的不知道打谁。那好像也没什么好。你想专心的定对方的 AB， 但是对方诺耶又在，机会不多，有机会吗？巧克力不要被放倒，
巧克力猴子啊！这场比赛就没了。那这边又是一个两台机体都爆了。是。哦，真的很强势哦！这一次石油克勒很强势哎。然后最后就是原之空之我爱艾莉在时间的压力下，没办法打出很漂亮的最后一波攻势，由16 Club 50-40赢得了第三战。那他还打了帅哥是帅哥，打个帅哥。我相信我们的那个 O 七剑也是非常有风度啊，英雄惜英雄，真的是英雄惜英雄啊。他也是被对方的技术给也是就是征服了吧，应该是说就是佩服啦，佩服也是配上这种技术啊。那目前就是我们的16 Club 听牌咯。那不知道原之空可不可以至少再给他扳回一次，到最后关头不要放弃啊，好热血啊，看我的友情爱情。好啦，我有点失控。好，没错，输了还是光是赢，但是他们本来就是台北人啊。对，他们说原之空还是可以逛个夜市，他们平常应该是有逛过。什么东西？然后那16 Club 如果等一下拿了50,000就可以去新夜市好好的吃一顿。500块，如果你有50,000，你会干嘛？如果我有50,000，我会干嘛？不要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很可怕，不要，假的，我怕在这边没办法说。是，没有啦，开玩笑。但是全部拿去买 coin 啊，植入性行销，一半继续投资，一半就是去吃喝玩乐嘛。不说真的，我其实很喜欢原之空那一队，那16 Club 真的很强，我不得不佩服啊。像我之前是打其他比赛，那拿到奖金，第一就是当天就是吃一顿嘛，再来就是先庆功一下。对，那你也会。其实那奖金，其实我觉得如果我那奖金，我一回去，我所有朋友都会 MSN 或是什么，全部手机打开跟我说“请客”这两个字，不用说请客，可能光请完只剩下10,000块了吧。奖金其实都留不太住啦，因为你对于奖金这种东西就是拿到了嘛，很开心，花很快，对，那就是会吃喝玩乐。那另外一边就是你会针对你玩的游戏持续的投资，对，那时候就是。继续买点数。对，那目前这是我，这是我，就是怎样？你有什么想要参加比赛的心得？参加比赛的心得，是。那是什么比赛？棒球。对啊。BB 吗？全民打棒球吗？没错。我们全民打棒球现在非常火红，大家赶快去玩哦。你这样会被打。哦，不好意思。好，我们 SD 刚才超赞了，现在我们的风雷威武台，赶快去抽，是我们所有机体这一次比赛所有选手机体而特别，出的一台车，真的蛮强力的扭蛋机啊。好，我们先看一下对方现在是在讨论战术吗？还是说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机台都有动。在等什么？还是说太紧张，让大家缓和一下气氛之类的？这还蛮有趣的。玩家说到一句话很中肯，就是我们换场地，我们在等换场地。这场不好玩，这场不好玩之类的。搞不好是因为中场休息，然后现在可能请那个16 Club 这边先唱首歌，现场那边再帮他拍一首之类的。这刚之前 SAO 也是有打一场是这种僵持战了，那他们最后一分钟才出战，会不会这边也是最后一分钟来冲出去？这边是在秀收刀吗？收刀，这是没有。各位观众，这叫收刀。看清楚，七剑的音符，音符 AB 的音符。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边的音符。他们在干嘛？在。他们比较冷静一点。他们在暖机，来重开机一下，就是那个诺言里面机体系那个什么系统在重开机。
好的，现在是要我再讲《清平梅》还是《天龙八部》？是这个时候，巧克力倒在 Blue One 的怀里。没有讲《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吗？哎、欸，这个时候，哎、欸，巧克力使出了一招，第一招叫做“亢龙有悔”。那 Blue One 接到了这一掌之后，亢龙有悔，再用一个斗转星移把这个亢龙有悔再丢回去。这个时候，赶快用瞬间移动跑回去。我们现在飞鸽传书。哦，所谓七折皆伤，真要命啊！一练七伤，七折皆伤，真要命！什么被发现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现在是在耍什么萌？请吃饭呐、啊！你看卓宇在说，哎、欸，请吃饭啊！然后对方说，哎、欸，我们玩个平手好不好？现在是在聊天吗？保干净就对了。平手好不？还是舍不得让第一届比赛就这样落幕？冲吗？敢否？冲吗？敢否？面子面子，给杀一场啦，给我们一场啦！面子。现在在凹什么？现在在凹什么？在六点嘛。哦，放饭了。哎、欸，你们真的，所以真的没有问题，是真的是他们两队真的说好在那边拖台前。那个我看老板正在拖台前，我们这边再加一个小时，不好意思，加一个小时。好，那他们收队真的说好了，那我也没办法，我们不能干预，他们两个人说好就说好了。从北一打到现在，第一场就是四个机台完全没扣血，我看到第一场。哪有？我哪有怼你们？我很支持你们呢、啊。哎、欸，所以我说现场他们都听得到我们在说话。还好啦。嗯。有吗？看听不到吧？他刚有说、啊，你看。他是以为。哪有哪有？我他说我觉得，所以是对，没错。那你沒 有拍到我吗？帅气的爬山有，帅到不行，而且一直就是边砍雪山边爬，我有看到哦。是。好啦好啦，哎、欸，我觉得我真的今天有点怪怪的，我是不是要镇定一点，官腔一点？好，我的三宝饭来了，我先走了。喂，那我的嘞？好，现在时间来到6点钟，大家画面上看到的是 SD 钢弹 Online 全国势力对决双人赛的总冠军赛，目前对上的是16 Club 与。云之空自我 ID 的比赛，目前16 Club 是以3-0已经取得听牌的优势。那这场比赛是否是今这五天赛事的最后一个据点？那我们就继续的往下看。对，虽然说刚刚有看到他们冠亚军在亲切的这在做那个对话哈，还在那边怀疑我们直播人在说他们什么，我们都一直帮你加油。好，这场其实毫无悬念的打了起来了。对，当然是玩实力啦，因为毕竟玩家还是想要，大家还是要就是用实力嘛。小月这边打得漂亮，我原本以为卓宇会先躺下，那卓宇有办法利用最后的血再多打几下吗？请我吃饭，请我吃饭。可能卓宇现在在想这件事情，又是一个 Blue One 的瞬间。一动人孤痕直接朝着卓宇开了一枪。好，我没有帮，我没有只帮袁之空加入。好，那我 club 我很支持。应该现场也是有一些被淘汰的队伍在看现场，是转播。那如果就是中南部的朋友，不知道等一下士林夜市有什么好吃的，那就是等一下士林夜市有什么好吃的。哦，这个交给我的队。哦哟哟，常客的队。没有，那以前在那边念书。哦，是哦，你读哪一间？是旁边那一间吗？对，是夜市旁边那一间，那就不要讲那一间。那间什么？隔着一条马路的那一间。哦，我在你后面，我隔着一座山。OK， 是那个等一下那个网咖楼梯走上去的对面有那个葱油饼，有奶茶，是不是？葱油饼。哦，我以为你在说网咖里面。葱油饼的隔壁是秘书鸡排，那个都是必吃无误。哎、欸，现在是冠军赛，你会认真一点？因为已经六点，肚子饿了。然后吃一吃，觉得口很渴，那就是再买一杯青花下蛋。青花下蛋不错，这是台北才有。是，对。好啦，我们看一下，哎呦，人孤魂为什么血还是这么满？好，我比赛不要那么紧张，闲聊了一下今天的晚餐，现在比数是15-15。嗯，是。然后不是高中，我是大学，谢谢。然后为什么打了点点点了，又想开始聊天了吗？不小心按到，这很明显啊。怎么会按到？
因为你按很快很紧张，还是滑鼠离键盘太近。他有时候不小心按到那个 F1 或者是 F2，哦，了解。对话取消。好，然后马上按一个 Enter， 所以就赶快按 Enter 把它取消掉。就是那个，那16 Club 真的是现在是打得很悠哉，是不是？这边可能会一个直落四啊。嗯。好，目前画面上看到了右下方的队名，就是今天的总冠军赛。如果没有你支持的队伍，代表他们已经在事前遭到淘汰了。那你投资的金币就是拜拜了。对，不用太那个，不用太灰心。对，来看一下我们这漂亮的冠军赛，钱再赚就有了。重点是今天的冠军奖励谁手？嗯，看一下这个，好吧。既然分数落后，卓宇说：“我就是要砍爆你落叶。”牛逼！卓宇加油啊！所以对方真的很强势哦。高手的跑位又相当漂亮，嗯，感觉机体就是停不下来的。对啊，而且他感觉就好像不石头都不会干的感觉，是怎么回事？跑得好啊，运用的巧妙。跑得好，不如跑得巧。然后丢了二五之后再换成阿后，但是好像五十秒。好，这边有大绝给个镜头 ，One， 这是操控能力相当顶尖的玩家。时间好，四十秒，40-25的分数。难道巧克力也是不小心说到的话吗？其实我们也真的，好的。没有关系，还有25秒，加油加油加油！打爆一台是一台。像准的其中一台就是，哎，时间要5、4、3、2、1。要抢 Happy New Year 没有？好，最后 Game Over， 比数是50-30，最后也确定了这场比赛的冠军得主。把画面拉出来哦，16 Club 4-0赢了原之控制我爱丽。嗯，那16 Club 这威了，我是不知道他第一场比赛啦，那他帮我看一下16 Club 他的那个 D2AB 好吗？他没得看了，哎呀，可以跑掉了。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从准决赛4-0横扫了野战风华，冠军赛4-0横扫了原之控制我爱，完全压倒性胜利是怎样？这是不败神话。那也恭喜16 Club 获得了这次全国势力对决双人赛的总冠军，那这也是他们写下了不败神话，最后是一个8战全胜。如果超嚣张，最后有回报，他们其实今天一场都没有输，会在 FB 跟大家讲。那就是16 Club 写下来的不败神话。那今天最后也恭喜这些初赛的队伍获得了前3名哦。其实第2名原之空也表现得相当漂亮，